这里是最高检第十检察厅，也叫控告申诉检察厅。您先稍等，我先看一下。你手机给我来，我帮你弄吧，好吧？好。好。你好，先生，您的判决书呢？我来过审了。这些人都是来申诉的。他们先要刷身份证，穿过通道，把个人物品寄存好，才能进入一楼的接待大厅。你好，请坐，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法律文书。这里一天能够接待150余人。因为他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来审查。视听是最高检面向社会的窗口，这句话在这里很具象。窗口16个，现在主要反映的是行政案件，是这个意思是吧？对。这里很像医院，接待窗口就是分诊台。来的人觉得案子判的有毛病，要让检察官们复查，病例五花八门。这个案子的实际情况确实造成我企业几千万的损失，这是既定事实。私人高利贷2万块，我们县法院又拘留又判刑的，为什么2万块钱？我的案子究竟符合不符合抗诉，你要说清楚。检察机关有严格的分级诊疗制度。您拿好。哎，您案子不服，您稍等一下，要先到同级检察机关申诉。我的房子4、3年了，依然不服，在省级检察机关做出不支持申诉理由后，最高检才能受理审查。司法梳理工作，您明白了吗？依法做出复查决定之后，您不服可以来找我。你慢着，不，你现在是不能收的，你怎么不能说不服啊？你不服我也好，你给我个书面，你给我个书面，一切咱要用证据说话。我的声音大是因为我的声带洪亮。单元。后面坐电梯2楼12，谢谢，去吧。谢谢您，谢谢。好的，谢谢。案件受理后，来访人可以上楼。如果说一楼是分诊台，2楼、3楼就是专家门诊了。你好，坐下来填下表吧。公平在这里也很具象。17间接访室。申诉人和检察官享有一样的面积，桌子的高度也充分考虑了亚洲人的身高标准，但是多数人坐不住。法律纪律就是判决书上认定了这个5天时间，如果没有算，我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对，你先坐下来，是吧？对，你先坐下来，在法院坐呢，咱们再说啊，别着急。行，你先坐下来说吧，我看你这会儿就有点激动了啊。你慢慢说，慢慢讲。你这不激动干嘛呢？那一激动，一时也说不明白的。现在别说话，好不好？好。有时候情绪激动，这里就真变成医院了。来，来，你靠着躺着一个。靠，躺着一个。呼吸顺畅，好吧，别激动。血压太高了、嗯、那不行了，还是去吧。那太高的话就得去，放就得去医院。去医院。您听我的，生命至上。听证会我们肯定要开，但是不是今天了。我不会，我把我的手机号码都给，好不好？更多的人是通过写信来访的。每年有将近21万封信汇集在这里，每封信都会被2台切纸机破拆，3台高速扫描仪扫描，放入代表34个行政区域的格子里。广东，小心，好嘞。今天有点信多，没事，慢一点，抓紧时间。走了，阿哥家。好的。15名书记员。平均每天每人70封信，从信件中
筛选出可以受理的，不受理的也需要回复说明原因。算上厅长，实厅有23名检察官，他们共同承办受理案件。这意味着这是刑事申诉案件在检察机关的最后一道关口，检察官们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影响申诉人未来的命运。相对不起诉改成了改成什么？改成绝对不起诉。绝对不起诉。哦哦，懂了，谢谢杨总。谢谢。哎，7年来憋气了，终于盼到公正公平的当年了。你们能知道我们有多辛苦？先签完，咱们再聊一会儿，好吧？签完我们再好好说说。嗯，七年来，属按这个指头点按的最最紧劲儿，最舒服。我们在这里蹲守拍摄1年多，越发感受到很多案件并不会随着一纸判决而终了，法结难解，心结更难解，这个活不好干。这里的检察官们要如何在天理、国法、人情还有现实的种种复杂状况中去把握公平与正义的尺度。上上岛咖啡馆，替他人收款，骗取被害人电话1000多万，真有钱啊！王庆民，最高检实厅2办案组组长，2级高级检察官。这两份判决书无法认定真假，一个他的印章也是蓝色的印章。孔静，2办案组组员，3级高级检察官。齐涛，2办案组组员，3级高级检察官。是汽车，这是人，人骑着电动自行车撞上去以后，这个人，被害人在这个车上是向后倒，还是跟着这个自行车向前走，再考虑这个问题。2办案组主要负责刑事案件的复查，检察官们的日常主要工作之一是审查案卷，俗称看卷，看当事人的遭遇，看事实证据是否充分，定性是否正确，量刑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没有数，就重点是这个啊，主要是改判，主要是改判，从死缓改判成有期徒刑15年，事实没有变化，从无期嘛，死缓一审认定成主动投案，但不是自首，有一般过错，二审认定是自首和重大过错，直接改成15年。结果裁量太少了也。就是他这个量刑，太轻了。他这个人，被害人被扎了30多刀。一审认定的案发后主动到案。主动到案，但没有如实供述。二审的认定的是自首，有自首情节。刘占营是你哥哥？是我弟弟。是你弟弟？是我亲弟弟。那我们在这边吧。行行。这边有个桌子啥的。就是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下，就是你的主要的申诉理由是什么，你的诉求是什么。我们为啥觉得不公呢？二审呢就是量刑齐轻，这是一个核心。他一直说我们第一点就是有重大过错。他认定过错主要是有2点，一个是你弟弟在他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跟他爱人就是张平有这种关系。对。另外一个呢，认定的是你弟弟是主动上门的，主动上门这一点有你弟弟跟他的通话记录，还有微信，就是微信里边的那个记录，因为你可能没有开庭，到时候我们也会把卷宗调出来，看看他那个微信记录到底到什么程度。对对对。所以主要是这一点认定他是有过错的。对，我弟弟也没有带任何凶器。你说你去你家了，就是你说去你家你都要杀我吗？就是他完全有时间，比如说报警，
或者把门不开门，是吧？你完全都可以就正常避险。嗯，你为啥开门？另外呢，你想追杀的情节，37刀，就是我弟弟围着车走。另外呢，他有追杀情节，是二次侦查的时候他才供述了。他以前都没，根本就不供述，他一直说他就是自己什么防卫过当。我觉得从情理上从死刑变成15年，嗯，谁能理解的？2017年7月，黄振波发现妻子张平与刘占营同居，双方互殴，后经村干部居中调解，刘占营对王振波进行了经济赔偿，并书面保证与张平断绝来往。2018年5月3日，王振波和张平协议离婚。不久，张平被查出急性白血病，1个月后病逝。2018年8月28日23时21分许，刘占营酒后三次拨打王振波电话，随后上门，当着王振波新婚妻子与其发生争执。王振波用一把水果刀向刘占营捅刺37刀，致其死亡。王振波妻子当晚流产，随后王振波投案。一审法院判处王振波死缓，二审认为刘占营存在重大过错，并且追加被告人自首情节，改判王振波有期徒刑15年。我们会到审院了解你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对对，如果案子有问题，我们会移送到其他检察厅进一步审理。就卷宗都错了是吧？对对，卷宗都错了，我主要全二审卷也有是吧？全都有。二审认定自首和重大过错它的合理性在哪儿，其实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个。一审的时候是归案之后侦查阶段如实供述，但是当庭翻供了，而且对主动持刀捅刺被害人30余刀的犯罪事实拒不供认，所以就没有认定。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属实，而且在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时候都认为自己认罪悔罪，然后对其主要事实是予以供认。他说在辩解过程中，说是争论夺刀的过程中，这个刘占英受伤了，或者刀的捅刺的部位和刀记不清了，这些是的对一些这个自己的辩解，我们认为这个不属于翻供。事实都没有改变，只是裁判意义上的，就是法官的自由裁量的改变是吧？对对对，他这个过错我们认为就是分好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因为他跟别人的这个妻子不是有不正当关系，尤其是虽然离婚了，但是他在被告人妻子死亡以后，他还专门在村里立了一个碑，在有感情还不错是吧？对对，他说在自己这个有妻子的情况下，还以丈夫名义，对，还以丈夫给别人立碑，他其实在村里对人家这个被告人是起了很大的这个精神折磨。是这件事过了之后，人家有也重新组织家庭了，而且也怀孕了，而且这个妻子我看了看，怀孕应该是2个多月。尤其是在这个案发当晚，也是11点，这要说也是这属于比较晚的一个时间段了。去人家家找事儿，就说那个王振波现任妻子流产，与这个事没关系是吧？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这一点。但是如果他不滋事，这个女的绝对不会流产。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所以我们也写上判断的原因。本来他就是一个自由裁量，会有的同志肯定发表意见，你这要写现在你要有侵宅的性质，那说明还能按认定个防卫过当。但是就是整体意见都认为这个还是比较恰当的，是吧？对对对对，行。后来这个案子出结论之后，就等于说是跟律师交流的是吧？对，没有面对面对他进行司法说理。对，关于这个司法说理这一块，因为我们这作为这个刑口吧，就对这方面司法说理我们是经验比较欠缺的，就给律师做好沟通，也给他说了对我们的意见不予认可。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做深圳工作，我觉得最大一个，第一，你要换位思考，你要站在他那个角度去给他谈，对对对，你要永远站在司法机关的角度，站在我们这个角度去跟他聊，永远谈不通。如果有卷的话，如果有的话就给我一份，到时候我们再给你考一份。真的，行，来得及不？来得及。二审承办人认为，被害人刘占营与被告人妻子张平有不正当关系，事发当日又主动上门与被告人发生争执，这也是王振波现任妻子流产的诱因。王振波投案具有自首情节，综合多种因素，二审从死缓改为15年有期徒刑。
符合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围。承办人的解释与刘占江的申诉理由存在明显差异。这是你的委托的律师吧？这是我母亲。你母亲。这是我委托律师。张门。我们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和站在一个公众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你弟弟确实在这个事情，在这个事件里面是有过错的，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没过错，他做错事情了，他就应该为他付出这个事情付出代价。是是是，这是第一。但是话说过来，刘占营做错的事情也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是是。咱们我这个话可能有点伤害你了，但是他已经付出代价了，但是我这伤害你了。嗯，但是你就他已经死了。对，男女的感情本来就不好，说的那么清楚。对，至于说是你弟弟主动找了他，还在张平外面去找了你弟弟，现在毕竟双方都已经不在了，都死了，这段恩怨也就随风而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就真的很难去说他对还是不对了。确实我弟弟已经死了，他付出了生命，付出了代价。对，所以说为啥我说量刑齐轻啊，当时你弟弟是深夜去了人家家里，然后他的妻子出来拉架的时候流产了，这个也是认定他构成重大过错的原因。流产的这个证据并没认为这个流产根本就跟我弟弟没有关系，因为你想想她丈夫杀人了，她看到这种流血的事件，那个她不受惊吓吗？是受惊吓而流产，凶手的手段这么残忍，还有追杀情节，为啥法官要站在他的对方的立场上来去放大我弟的过错？那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就是假如你弟弟到了他家里，然后他只是拳脚打了一下，对吧，有伤害的行为，那是不是就是正当防卫了？你有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所以说正是因为他手段残忍，然后你弟弟又去世了，所以他才判了有期徒刑15年。你觉得15年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吗？正我今天一听，我也感觉那都是这个感觉站到对方的立场去，那个不是质问我们或者干啥了，都是可以敷衍。你怎么判断我们是站在对方立场上呢？你那不一刀毙命吗？嗯，是吧，两刀，好不好，再多一点，3到5刀，你是37刀，而且还有追杀情节，他还是连续要追杀。你先停一停，让你母亲的情绪平息下来。我也是越说越激动，因为这个事儿真的。先停一停，因为你律师在旁边，这些法律的问题完全可以由你律师来跟我们讨论。我听见这我都不上心呐，我的孩儿来的杀这些刀就是找个娘来。你先停下来，不要哭，好不好？你停下来。你要是说不停下来，咱这个工作没法进行，要不要去医院？那个你下回就不要让你母亲来了，这要是发病了怎么办？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好意对你母亲也是伤害。哎呀，不要一遍一遍的回忆这个案子，对，是不是？要不要搜查就行啊？他去下一个，这个要是血压高，所以我为什么不让你带他来？我一说他去老家了，他非要跟着我来，我来不中，再看又就烦了。你好好训练他啊，这样啊，别着急啊，让我能回去替你看。我们是那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占用你的时间啊！没事。以前两个人是发小，关系挺不错的。这个张明去世以后，为什么这个刘占营还对王振波这么大的敌视的？临死之前，可能在他这个女人，可能跟这个死者有啥交代，以后就对这个两个小孩，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就可能要去善待他。他的这个凶手在寻个媳妇，跟那个后娘、后媳妇，他怕有亏待孩子，就是死者喝的酒，约这个凶手出去谈一谈孩子的什么问题。刘占营和这个张平啊，他俩结没结婚？始终也没结。也
对，没结婚。没结婚吧？嗯，他一般就死活不给他离婚。不给离婚。对。啊，收起来。嗯嗯。现在装到一起是华美。嗯。这就是王家婆家。王家婆家。啊。这是张平家。这张平家。这张平家自己建的房子吗？他妈。啊，这房子不错呀。啊，您是王振波父亲是吧？对对。家还哭了，家破人亡。小伙也大掉了，振波也坐牢了，也能搁这过啊？人家走了也。过俩孩子现在都来上学是吧？上学。嗯，说是两个孩子都学习都不错是吧？哎呀，俩个孩子都听话着了，也冒他妈了，也冒他冒他爸了。俩个孩子就我不，哎呀，都不叫俺这样生气，学习都写个考，还考680分哎呦，哎呦，那考了很多啊，680以后能考一次是吧？对呀，那680能考好学校。下月。那680能考个。考个211，考个985没问题，对，考个重点，考个重点大学，嗯，小孩儿，小孩儿，对，将来还有希望。经过调查走访，王庆民和孔静认为，这起案件背后掺杂着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法官的判决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并没有出现新的证据能够推翻他。我觉得就是一场悲剧，对吧？本来双方都很正常的生活，也都能平安到老。我们也尽量快哈，嗯。我们目前认为还没有证据来推翻这个认定。如果推不翻，你的小孩明儿个。嗯，将来出去回家里一点正义好像也没有，伸张正义的地方也没有。你和刘占英还没有离婚，可是他在给张平立了一个墓碑，你知道这个事儿吗？不知道。他还写的是爱妻张平之墓，去世以后刘占英为张平立的一个碑，就这个。他也称之为爱妻，而且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他身上的纹身，纹身，纹在身上。他纹的是他的头像，这个我知道，对，你知道是吧？对，知道，见过是吧？然后，其实我们挺同情你，我也挺同情你，嗯，真的，觉得对，觉得你特别不容易，嗯，挺，这三年时间都是我在陪伴着孩子。我现在想想起来，如果当时跟他离婚了，就没有我的事情了。你讲，繁琐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他留下来的有钱吗？呀，嗯，一切债务，一堆烂事，一堆债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案件里边，其实你们都是受害人，都是受害人。被告人他真的是罪大恶极，然后。不可原谅，甚至涉黑，然后我们就推翻这个判决，把他判处死刑。这是一种很简单的解决方式，但事实上，经过我们调查，他不是这样的。他我们还原出来的真相不是这样的。生活往前看，对，过去就让过去吧。啊，别再想这些事情了。要永远，要不然对你来说永远是个刺儿，这个刺儿在心里边永远扎来扎去的，你永远从这里解脱不出来。不要永远活在那一天，对吧？一定要从这一天中走出来，然后向前走，因为你们都有希望呀，你们都是有儿有女的，都是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是不是？嗯，我们想给你们开一个公开听证会，我们也会做你哥的工作。嗯，请个第三人评评理，就咱们老家说的，请别人来评评理，好不好？啊，如果是我们请的第三方也认为这个案子没有推翻的可能性。那你这个案子就到这儿了，所以说，就是你这些都好好的想一想，好不好？我们也是本着对你负责的态度，只要我们想穷尽一切办法，嗯，能做的工作我们都帮你做了。
红薯，刚才雨萌拿过来红薯还能做成这样？可以的，其实您尝尝很甜。我问问那个谁，减肥。我问孙云天。刘占江申诉案暂时告一段落。公诉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构建的过程，然后申诉是一个从有到没有错误这个判断的过程，嗯，而且还不是说，就是精确的没有错误，只是说那个新证据和相反的证据，足不足以让以前的事实就推翻，所以重点不一样。公诉部门，他其实在盖楼房，拿个砖头，拿个水泥，拿个木头，他要一个一个的检查这个砖头硬不硬，结实不结实，是吧？这个木头有没有虫洞？好，都没有了。然后咔盖啊，这房子能不能盖好？盖好就这是一个他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这有一个房子已经竖在这儿了。然后呢，你申诉人说这个房子坏了，有问题，我怎么检查呀？我把它拆下来呀，一拆下来这房子不就没了吗？我不可能这样检查呀，那我得一点一点的。如果从外表看不出来，好，然后再敲敲打打用机器验验。然后我就问你，哎，你说这个木料有问题，有啥证据没有？那如果你要说，我也听人说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那我不能因为你这个啥证据都没有，我就把这房子就拆了。申诉部门面对的是已经盖好的房子，我要想拆这个房子，我要很慎重的。公诉检察官盖房子不容易，申诉检察官拆房子更难，因为他们要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让他们接受司法裁决，真正做到案结事了，而不是结案了事。今天我们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比如刘军，2008年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刑四年，对该案举行公开听证，他认为自己无罪，因为在公司打工并不清楚公司背后的这套庞氏骗局，更何况自己的钱也投了进去，也是受害者。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和过失。你看我们一没有故意，二没有过失，这就不是犯罪。所以呢，我还请你检察官，请你们各位领导还有这个事情再给我汇报一下。我会有一句话，最高检复查后认为刘军申诉理由不成立，原因是尽管刘军不是主犯，但是他是业务员，涉案金额巨大，法律意识淡薄，不是阻却违法事实的理由。我们很理解你们，你们不是那种故意的穷凶极恶的主观恶性很深的那种犯罪分子，甚至你们老两口说了自己有60多万都进去回不来，但是你们所说的那种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违法性认识，投资30万一年就能返还，一年的利息能45%，你觉得这都是正常的吗？审查结案后，齐涛没有马上走。我就是想，就是说您这儿如果不服，咱们再经过好比说您这个继续写信呀，或者说我们或者我们安徽的再和您再去聊天都可以，但是希望就是您别偏离正常的生活轨道太远。你也就正好说到我们那个痛处，说有的这些只有我们心里知道。10年的申诉这样一个结果，不是亲历者很难体会，但需要有人提醒他们，刑法有期限，但人生的路还很长。穿这个西装什么的挺累的慌。案子不断，手里面还有20多个，这没办法，加班干呗。全是这种电子文档，说实话这看的眼都快看瞎了。另外一个，这个你电脑吧，你总是要这样的不由自主往前，这颈椎脖子也疼，也受不了。但是你现在就是调这个纸质卷吧，麻烦，现在也都让搞这个无纸化办公。
属什么？属猴，对，九二年属猴。申诉案子，事儿还是比较清楚，杀人案，申诉人是被害人的父亲，被告人杀人这个事很清楚，就是法院觉得现有认定被告人犯罪的时候到不到18周岁，证据不确定不确实，判了无期。两次骨龄测定都是17到19岁之间啊，没办法。申诉人这个申诉呢也能理解，儿子儿媳妇都被杀了能理解，所以我想看完之后我觉得是不是给他搞个公开听证可以啊，是吧？这听证的话他可能先见他吧，见他再说吧。行啊，可以啊，那行那行。2008年1月12日晚，苗星海的儿子儿媳在自家手机店内被同学高某杀害，其儿媳被害时怀有6个月的身孕。被告人高某被捕后真实年龄成谜，因可能牵涉未成年人，这起恶劣杀人事件的被告人被判无期徒刑。苗星海夫妇为此申冤12年。你孙子孙子大了，你出现这个事儿，孙子那孙子咋的了？你孙子孙子小了，你这啥意思啊？你先说大后说小，他威胁不是一个，都威胁个几个吧？他孙子话的意思是啥干啥的？这平平一说小，真正跟年龄挂不住。那你实实在在的，你谁想咋说就咋说，该咋说咋说。他为啥去威胁人家？也许有些那些人也是好心，把自己的一些猜测、一些揣摩、一些想象当做了现实告诉案件当事人。举例子说，好比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有这个他们家使了多少钱了，这个官儿一定会这个护着官的。这个东西呢，我不能说我们国家的司法实践中绝对没有，这个话我不敢说。但是呢，我在想，如果说这种观念在我们国家的人民群众中心目中占主导作用的话，那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那是相当不利的。说实话，苗老师，不管是刑事案件也好，民事案件也好，一定是有一方输一方赢，是吧？那么好，如果那种对于司法工作的普遍的不信任的观念在我们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话，你想一想，你哪一个案件肯定都会有一方会不满意。所以说明老师真的刚才呀，我还是我刚开始说的，案件的证据情况是什么，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在听证会上一定会给你详详细细的展示。王庆民从北京赶了过来，他和齐涛一起为明天的公开听证做着最后的准备，能不能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接受判决，他们心里也没底。目前只能把考虑到的都做到位，遂裁定发回重审，在法定范围内，在法定范围内如实回答问题，客观陈述事实。你可以斜着放，比如说那边斜着放一个，这边斜着放一个，啊，人可以交叉看嘛，看这个人，我斜着看那边，或者没问题，放走到这里。
公开听证会就要开始了。公开听证蕴含着老百姓的朴素观念，心里憋屈，找个地方让大家评评理。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这里召开苗青海刑事申诉案听证会，通过听证市政的方式公开听取各方意见，为我们依法公正办理刑事申诉案件提供参考。下面我们先请申诉人及委托代理人陈述事实、申诉的理由和依据。大龙才参加这次听证会，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全家感谢你们。我先说一下判决的证据，关键也就是年龄问题。没什么事实证据，只是口头证明，不满十八岁。原来在办案过程中向司法机关提供过，有没有明确记载的高长义他年龄记载的这样一个书面的，就你说的文字证据？受害人和被告人结拜兄弟，被告人排行是老大，是吧？受害人排行老二。那么受害人呢，他的年龄是当时是十九岁，是吧？这就充分说明被告人比受害人年龄还要大。提出异议陈述后，检察机关具体做了哪些调查工作？再说明一下，我们当时公诉机关公诉的时候，认定的年龄是1990年7月，而排除了1988年这个出生。想请承办人解释一下认定的理由和依据。下面我出示高长义三组年龄证据。第一是证明高长义凶手年龄成名，主要因为早年农村都是接生的，并没有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目前形成的证据有三种。第一种，户口本，出生日期1992年1月26日，2008年1月12日作案时仅仅16周岁。凶手本人以及父母、妹妹、奶奶在一开始的口供时都是这样说的。第二种证据，凶手1988年出生，作案时20周岁。凶手爷爷第一次口供中说自己的孙子20岁，事后予以否认。公安对苗兴海提供的线索采证，同村几位村民说凶手母亲是1988年结婚，结婚前已经怀孕。第三种证据，凶手1990年出生，作案时虽然18岁，但是不足月。凶手被捕10天后，交代其真实年龄为1990年11月17日。其父承认，户籍年龄是上初中时改的。公安补充侦查，发现凶手初中之前的学校将学籍卡丢失，唯一两份书证，是学校提供的学籍情况登记表，为1990年出生。为了还原事实真相，公安部门给凶手做了两次骨龄鉴定。两份鉴定结论显示，凶手作案时年龄在17到19岁之间，也就是说排除了第一份证据16岁，排除了第二份证据20岁。下面我们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承办人说明案件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国家对于死刑的适用十分的慎重，如果量刑证据有疑问，处刑时要有余力。如果鉴定结论不能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年龄，而且鉴定结论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龄在刑法规定的应负刑事责任年龄上下的，应当依法慎重处理。
我们只能推断其未满18岁。这个司法规定和原则不是只适用于本案，而是在司法实践中作为一项普遍的并且是必须遵守的原则来适用。在听证员和旁听人员的聚光灯下，所有疑问证据都被摆了出来，让公平正义被看见。更为重要的是，苗庆海告诉我们，这一刻他感受到自己没被当成一个麻烦，而是被大家深深的理解和尊重了。好，谢谢老师啊。谢谢老师，我们把后续的工作帮您做好，好吧？啊，您就行了。啊，其实像刚才听证员讲的，不要再纠缠在这个事情，好吧？从这里头走出来，你保重身体了，好吧？让他从这个事情中解脱了啊！不要再沉溺了啊！做好我们的后半生，好吧？好好好，跟我们老嫂子也是一样，好吧？好，谢谢你们了啊！你们辛苦了，你们啊！这些领导，你看都我真的感谢不尽哈！谢谢你们。听证会议结束，苗庆海夫妇就去给儿子上坟了。他们要把今天的事儿告诉儿子。就说领导也来了，也开了听证会。我那儿就好，送回去的钱呢？结束了，又来了一堆新的案件材料。几个？1、2、10个。放老位置。放哪儿放老位置吧。检察官案头的卷宗总是看不完。那终于能歇会儿了。现在为止要10点了，我一口水也没喝呢。更糟心的是，即使苦口婆心，很多人还是信访不信法，检察官们只能自己消化。你老大跟他打到那种吧，你检察官到底这种就是这种过程，根本不给他们做些事情。我是看门警察说的。我跟这么一个人说了一上午，他没有听进去是吧？但是你说这个本身有没有意义？对，他还是哪怕他只是去思考一点点，那都是意义所在，对吧？都比你不做那个事情要强，会越来越好的。等孩子大了，那生活不就有希望了吗？是吧？心理学上有句名言：不含敌意的坚决，没有诱惑的深切。这句话用在检察官身上，挺合适。意思是，我坚定地告诉犯罪之人，你哪里错了，必须接受惩罚。但我没有第一。阿罗，坐着，咱们坐着聊会儿，好吧？你去的时候不仅拿了汽油，还拿了一把刀。对，我也没有出示火种，我只是跑了10多块钱去。你没带打火机去吗？带了。那不就是火种吗？带汽油拿刀闯民宅，本身就违法了。我肯定是我，对吧？但是我没有点火呀。但是没有点火，所以才要定你未遂啊！你点火了，不就成既遂了吗？同样，我也理解你。这份理解不是诱饵，不以息诉为条件。我们的交谈是有情感的，没有诱惑，这样反而能够收获真心。不管是以后就是说的你们给我什么样的结果，我都会接受，
谢谢大家。哎呀，谢谢。谢谢各位的恩情。感谢。谢谢。很感谢你，我反过来我要很感谢你，这样的是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更要有的有意义，我们觉得我们更应该更多的为人民群众去服好务。通过。群众，好，谢谢啊。时隔七个月，刘占江又来到了最高点。你们想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事件对你们的孩子下一代影响最少呢？就是能够你们做些什么东西能够让他们少受这个事情的负面影响呢？进行一次公开公正的审理，我觉得就是给他们最好的交代。一审判决认定说王振波在当庭有不认罪的这样一个表现，后来为什么二审法院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认为他只是辩解而不是翻供？对于一个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来说，当事人在庭上的一些辩解，或者是他的对自己趋利避害的本能去做一些解释，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他说我认罪悔罪，希望法庭看到我在初犯偶犯没有主观故意，对我从轻处罚。为啥刚才您说那个我不认可，就是这个是作为庭审的惯例，不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那个。笔录的第四页，审判长问：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你有没有异议？被告人说没有异议。公诉人发问阶段，他又问：王振波，你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属实吗？被告人说属实。在刘占营办厂的时候，好像王振波还给他出过一点点钱。就可见两个人关系曾经很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按情理来说，朋友妻不可欺，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承认这些，但是呢，他这些龌龊不足以让王振波拿起刀来去公报私仇。就一个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人的生命被剥夺，非法剥夺。而你们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就王振波应该是杀人。我就很疑问在这儿，这不是为罪犯开脱吗？湛江，我很遗憾，我们会怎么会给你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我真是很遗憾。我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从来没有认为王振波该杀人，从来没有认为。湛江，平静，平静的啊，平静的说，对，能理解，能理解你的心态。我因为这个是我以前一审、二审的卷宗，因为当事人不许去看，这次我看了我弟弟惨死的状况，你们都可以看看那个惨吧。我都快崩溃了，我说个三人说。人最难的是无奈，正当的处境的时候，我不那个，人都是逼出来的。我再次来说，我们相信中央的法律，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公开公正的。然后我弟弟这么惨死，然后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理解你的这个心里的悲痛之心。这种要给弟弟，一定要给他讨个公道，但是呢，法律就是法律，你要更理性一点。半夜十一点半跑人家去，什么酒后三四两，达到醉驾程度，就谈事情的时间和地点吗？在深夜非法侵入住宅就是一种不法侵害。如果说他进去以后他炸了他了，就是一个房屋过当。其实这种情况判十年，我认为都够。他问题在哪儿？就在他追出去扎了很多刀，所以是故意杀人。那么这个案子为何什么能判呢？还是受刘先生主观过错、重大过错这个影响。所以说他还是在这个死刑跟十年之间取了个十五年，说他还是有这个私有财产权的。陈亮，你们是过错，确实是有过错。不管最后我的结果如何，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放下，真的，是实在，不然我你老这样。也可能不仅仅是你深陷其中，你整个家庭都深陷其中，包括孩子。这个你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了，你要做这个你爸你妈包括你弟妹的工作，你应该起这个作用。我现在否则的话，你会把一家人全带到泥潭里。我现在我父亲我都不敢见他。真的，我都不知道。你自己要坚强，你也是要坚强啊，要坚强啊，一定要坚强啊，好吗啊？也劝劝他，你们都要坚强一下，好吗啊？最终，最高检没有支持刘占江的申诉理由，希望落空。刘占江不知道如何和家里人说，他去找了自己的好朋友
王少军。我们来看，这是正当的，应该的，但是到法律条文上非得能套上，我们把这条路走完，有一个交代，成和不成都得有个交代，最终都要放下。很多事真的没办法，就是就说服自己，把心气儿放下来，安静的面对生活。你得守护好自己，还有二老呢，你将来弟弟不在，你还是那孩子和弟妹的那小孩的上学住结婚，对呀、啊，买房，像都是啊，那是、啊、都不敢想象。咱们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类的院校啊、职业学院呢、啊，包括科研院所比较多。咱要是考个硕博类，能弄、那个博士回来，绝对可以。我们家第一个211大学生的这个刘一彤，然后还有刘忠林。刘占江一直申诉，就是想给弟弟做点什么。申诉失败，做大伯的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侄女的身上，孩子就是希望。苗青海加入了当地的斗空竹协会。工作之余，孔静会和王庆民交流一下最近读到的书。你看，我给你读一句啊，没有什么能击败善良，他一言不发便胜过一切，是不是特别好？王庆民没有表态。现实里，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一言不发就能战胜一切。保险起见，他的书架上多了几本闲书，跟任何人聊得来，回话的艺术，说话心理学。哎呦，不行了，我这脖子快不行了。做那个检查已经增生了，这个没办法，这个电脑，哎，不看咋办？其他的颈椎病越来越严重了。但没有办法，卷看不完。我发那个运动装，每次都是那个想的是，哎呀，我应该起来锻炼锻炼锻炼。每次坐在那儿，哎呀，哪有时间锻炼？先想卷看完再说吧。嗯。齐涛没有注意到，每当外面喇叭响起时，他的很多同事都会放下工作，认真去做广播体操。其实15分钟锻炼时间根本不碍事，主要还是自己懒。是啊，主要还是自己懒，懒。第九套广播体操。6
对这个判决还是不服。啊，是啊。越来越好的日子得往前看，别因为这个事儿给自己一辈子不结婚，你何必呢？那您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吗？您再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再次拨打我们的热线。还有什么能够帮助您的吗？那您现在就等待这个信件处理结果就行。感谢您的来电，再见。打开网易云音乐 APP 搜索人生第二次，收听更多幕后精彩故事，更多真实故事，欢迎关注网易云音乐人间剧场。